所以终于现在我们已经在机场，然后现在吃着我们机场的鸡，不要看我，我给你看。没有没有，这种全部的主不能看出啊，不能看出来就是。我帮你看，你也想看看，因为你看着我，所以我们现在吃饱饱，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出发去日本。我们应该等一下是日本见了吧。六个小时多，终于我们到関西airport关西机场。Hello， 我们到住的地方了，然后这里环境超级好的，然后我刚刚就录了一些片段给你们看，噔噔。然后给你们看这个房间，是这样子，有床，因为我们只是要住几个小时吧，所以我们就选这种是床位的，然后两个 sofa bed，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。我们买了一些东西要回去吃啦，现在在 Seven Eleven。超级冷的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个雾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现在没有这样冷了。你们看，现在是凌晨一点，哎 ，focus 啊，那我们只有我们吃一点点，这是六人份，花了差不多百多块马币，哈哈。很像那个什么哎，早安，现在不知道几度，总之也是蛮冷一下，可是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了。第一站我们要去竹林，对，我们等一下那边拍照，等一下那边见。断了你的腿，是你不会吗？哎，他没有脱下来给大家看看你，看到你的脸，我要认识到是谁。走着去，这里很出名的咖啡店，讲咖啡店有点气味，现在叫咖啡馆，有比较好啊。就总之就是要去喝咖啡就对了。
超级摩登的穿和服。What the hell？ 哎，回来，还有你的相机，你看摩登哦，超级摩登。等下我有 focus 上，哎呦呦呦，又，好像有黑刀，有黑帮。我们要看哪里？Hello， 吃午餐啦、啊！现在我们很突兀，我们一堆穿着和服的人在坐在这里。他是什么？没有，他不一样。三个，两个，三个。现在纸什么啦？纸园，然后就是这种，是这样子，然后又有一个鸟居，然后就是，现在就是走，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适合和服哎，对，就这样子。来，我们再来尾部一批耶。原本这个应该是开满花的樱花树，开满花的樱花树，现在没有任何的一朵花，所以我们的花就在这里。我啦。哎哎，谁在这里？对啊，我们对不到你。醒醒吧！我就是那樱花，没有樱花树，请看我。有一半的樱花。看谁？看我。空空的。其实没有 focus 到你。emo， 只有自己在上面走。是要拍的吗？对，你的脸在哪里，我就拍哪里。这里。实力强劲。我们下回见。不要。持续追踪你。持续追踪，我即将开一个新的个人频道。叫什么名？还没有想到。猫猫虫。没有，我的意思。猫猫虫。我们现在到花间小路，后面会有车吧？然后这里是一条一堆刺的街，给你们看。这是 peach flavor 的 Coca-Cola， 拿着，请尝试。让我开箱，喝第一口。来，好喝吗？这是没有有颜色。难讲。Hello， 终于到了晚上。为什么感觉拍起来还是蛮亮一下？可是其实现在已经。晚上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今天的最后一站，就是我们现在去这个地方，它是卖一堆的批发货的地方。